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请求父，他就会赐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。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，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因为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不久以后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，我父必定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要亲自向他显现。这个犹大不是那个加略人犹大，他说：主啊，你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呢，而不向世人显现？人若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跟他住在一起。不爱我的，就不会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的道。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对你们讲了这些事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。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恐惧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，我去，但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爱我，就要喜乐，因为我到父那里去，又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，我就已经告诉你们，使你们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相信。我不会再跟你们讲很多的事，因为这世界的王讲道，他在我身上毫无作用。但这些事是要使世人知道，我爱父，并且知道父怎样吩咐了我，我就怎样做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